建银国际发表研究报告，首次给予融创中国跑赢大势的评级，目标价为7.45。报告称，融创中国自2012年以来积极且明智地进行土地储备，现已显现成效，利润率及盈利稳步上升。随着今年下半年项目销售表现强劲以及杠杆改善，对财务风险的过度担忧应会消散。报告预计合约销售将会迅猛增长，2015年料达到920亿元人民币，到2016年增至1150亿元人民币，与市场领导者的差距进一步收窄。